2016 NBC 演技大赏颁奖典礼30日晚间在首尔上岩洞举行，金国正与 Yui 担任今晚的典礼主持人。此外，还有许多演员皆盛装出席，走上红毯。包含出演电视剧《购物王路易》的主演徐仁国和南智玄。好运罗曼史的柳俊烈等人都出席活动。而今晚入围最佳情侣奖的南柱赫和李胜京，以及李钟硕和韩孝珠，也都双双亮丽出席今晚盛会。